件事情，因为其实嘉伟从下个礼拜一开始就要到中华队去报道了嘛，那我们会很想你的。所以呢，有一个东西刚才你在跳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，所以在跳 MVP 舞蹈之前，你可以先 solo 一下你刚到底跳什么吗？不要啦，你们要看吗？好，不然这样子好了，你一跳我们就嘿四下就好。好啦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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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耶！好，嗨，跳完这一支，跳完这一支之后，我们可以找下一个人来陪你跳了。今天那个，就算你没有点啦，我们有个自告奋勇的，哎，谁？好，我跟你讲，是他的亲弟弟，来，以硕，来，爸爸带着以硕，你知道以硕为了想要你手上的玩具啊，他答应了这一场跳、哦。那请问一下，爸爸也一起吗？一起，一起，好的，父子同框，非常温馨的画面。接下来，热情掌声欢迎他们带来 MVP。